怎么样？还记得他吗？这车不是在云南的吗？对呀，我把它运回来了。我一直寄存在那边的俱乐部里，定期保养。车况没问题，临牌也帮你上好了，是不是比你的游戏机好玩？你还真支持我玩，你就不怕我玩物丧志吗？你不早就没志向了吗？跟玩不玩的有关系吗？行，你好好玩吧，别辜负我的一番心意。你没有别的要对我说的吗？我就是觉得把它放在那边太可惜了，毕竟寄托了我们那么多向往。是啊，当初说要去云南定居，我也说过要妻让他带着你逛遍整个云南。房子有了，车有了，结果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没有做到。不用说对不起，我当初选择和你离婚是因为我看不到希望，我对生活没有了期待。后来你告诉我你会努力改变这一切，我希望你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。我把它给你运回来了，你要兑现你的诺言，你要对生活有所期待。其实离婚之后，我发现你是一个特别孩子气的人，有的时候呢让人特别生气，但有的时候又让人觉得特别可贵。我允许你调整几天，疯玩几天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你要回来，你要找回你自己。不让我等太久。